不等你啊，不等你啊，朋友们大家好，这边来了一台高科技，高科技，很大的高科技啊，引来了无数村民围观啊。我再看看这台高科技，确实匪夷所思啊，因为这边我们没有，我们当地没人买呀、啊。虽然说很平常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高科技啊。听到响声没有？滴滴滴滴，是不是这个车子响声了、啊？来来来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台高科技能顶上100个人工啊，我给大家讲，就是说它的干事我们100个人工都干不过它，大家知道吧？老百姓的福气到了，一台机器10多万，刚刚听说了。来来来，马上看一下，哎，咣当当当，你看这老百姓都在这里看稀奇，当当当当，看到没有，这台机器又便宜又好用又实在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哒哒哒哒，哇，还是九宝田日产的啊，这一块田不要5分钟啊！按道理这个，我买什么？我拍个视频玩一下。朋友们，不是我们买不起，你说这台机器10多万谁买不起啊？但是买起来没用，我们就输个这一点，还10多万算下来，我们可以一辈子种田，都赚不回来这个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唉，他们吃这碗饭呢，我们吃种田的饭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是我们当地老百姓没钱，有钱。啊，一块稻田5分钟啊，刚好5分钟都没到。然后这个老铁的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子我不就疼了。
来。